放下，我说一二三，来，一二三，天前有人没有举手，我就不选了哈。来，三，妹妹，把你的爆米花先放旁边，好不好？好，请你出来一下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什么？叫你小杨，好不好？小杨，请问一下，今年几岁？七岁，七岁，请问你结婚了没有？哎，魏伟。啊，拍谁拍谁，我问错人了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家里面有几个小孩？一个。没有结婚，但是有一个小孩，给他掌声一下。啊，你有嫁人无？无，嫁人无？他吓到了。他搞不好不知道什么叫嫁人呢。哦，他不知道是嫁人，他说他刚才跟我说嫁人可以吃吗？好，接下来呢，一秒变成阿嬷。好，跟各位讲一下，这样子戴不好看，怎样戴比较好看？这样子比较好看，不要看到脸最好看。哪个冰鞋？拍谁拍谁？漂亮的脸蛋。哦，好，来，注意看一下，接下来的这个表演呢，要在他头上做造型。小朋友不要乱想哦，这个是很健康的哦。来，三二一，这是什么？我在，我在。你老母拢嫌我。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澄清，谁说大便的举手。哦，欧北贡，这冰淇淋好不好？很好吃的哈。来，来，妹妹，请你手伸出来，送你一点点泡泡。来，开始会滴水了哈。来，冰淇淋哦，我们是大便哦。送你一个阿公都抢着吃的虾味鲜。好，感谢他，谢谢。不能飞走哦，飞走要扫地哦。哈，来。